我是铁道旅行版的乐不在吗？你今天11月31号，不二十一号，美术馆的18:25，首发车是3234进入南回线，进花都进往花莲。3219次哎。3194进入平行港潮州的 DR2900 版型 DR2908 正常 DR2907 加上 DR2900 版型 DR3000 型9辆火面面子船是这样。看到底是谁跟我讲这班是323的还要赢呢，你就319跟我讲323还是时刻表啊，我遇过错误吗？这样，我是319是进入平行线和操作的。DR2900型 DR2908 车长 DR9007 加 DR3000 型9辆火面面子船是想以中国美术馆的，以及150次经由山线开往机组的 PP 之强航，准备通过。12节 PPP 五节清零车厢。慢速通过哦，有路塞吧，BPE 501傻眼 A02251 150次 PP 之强号缓速通过美术馆站，其中两组为，其中两节为无接车厢。PP1009，主导 PP 之强。刚通过的是1150是进行三线靠七组的 PP1022猪头，加上 PPP2501无接清醒车厢车王，无接清醒车厢。PVP 车PVP 我就是你那车王编组，加上 PVP 102009主手 PVP 之箱，其中两节为有无接车厢，谢谢观看，就这样，再见，拜拜。耶，今天遇到电头车王、蓝色彩电头车王以及 PP 无接亲子车厢的车王，谢谢观看，就这样，再见，拜拜。